有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共你愿是沉浮。如果你愿意嫁给苏里郎，并且凡事以我狐族为重，不再与人类纠缠，那我便可以饶了古云深一命。将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在观星殿突然消失，又回到了将军府？我中了国师的摄魂阵，险些回不来了。国师竟敢谋害将军，此事必须奏报圣上。我一定会请旨彻查观星殿。锦瑟呢？他在花园。将军，您还是安心养伤吧，人家有夫君陪着呢。他们不是夫妻。你身体才刚恢复没多久，就敢冒险闯入摄魂阵，不要命了？这次你的功力至少损耗了七成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我们的事情的。我是嫌你会误事吗？但凡你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锦瑟，苏郎，你先离开，我有话一定要和他讲清楚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与他了断？
我和谁说过要与他了断？所以之前跟我说的话，都是骗我的。我没有骗你，但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和他了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欠他的。当初我爱上你，族中长老大怒。 威胁若我一意孤行，便要取你性命，我怎么求情都没用。人妖殊途，你身为我族圣女，断不可与凡人有私情。倘若你一定要背叛我胡族与那顾云深在一起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长老，若你执意不肯放过云深的话，我宁愿一死。 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少了息怒，圣女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长老，我苏世隐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，今后也不会。苏里郎，愿意与圣女一起。 张老，景瑟，如果你愿意嫁给苏里郎，并且凡事以我胡族为重，不再与人类纠缠，那我便可以饶了顾云深一命。他当时求娶，不过就是趁人之危逼你嫁给他。 算什么恩情？顾医生，无论他当时是如何求娶，但若是没有他，恐怕我们现在早就阴阳两隔，再无相近之人。当初国师掳走胡族，我也被打成了重伤。若是没有他为我人质担忧，我现在。 恢复人身，站在这和你说话，我都做不到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医生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为族人们受伤赴汤蹈火，哪怕是付出性命，那都是我的责任。但是你对我不一样。 是你情切，相思如何启齿？情义字，情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。冷漠缅怀已逝，一厢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尽心头憾事，封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 离下的时刻，聚一时间对峙，哪怕命运日，命运将至，就消失。风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看尽玫瑰的花枝。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。倘若我们没有来世，也恩赐，就相爱到偏执，旧梦里到迷失。你是我前世今生相依之时。 情若人痴。
得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问起心头寒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一人离下的